父亲节要到了，台湾家电代理商特别针对男性市场，从日本引进双引擎的按摩椅。要抢攻父亲节送礼商机，业者引进日本的双引擎按摩椅，提供民众不同的按摩体验。而品牌社长也亲自来台湾出席上市的记者会，他表示希望能够以创新技术提供台湾民众一个舒压的新选择。